参加歌唱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引起各界高度关注，人气也持续攀升。平时他经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节目幕后花絮照，最近他抛出一系列专心练舞的照片，只见照片中的他穿着背心和长裤，整体造型十分酷帅有型，超不科学的纤瘦身材也令网友惊呼连连，尤其是迷人的纤细蚂蚁腰更是火辣指数爆表。另外引起众人热烈讨论的是，其中一张照片他竟然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后空翻动作，照片曝光后令许多网友都惊讶不已，纷纷大赞40岁的他太强了，真的是好厉害。也有不少人表示，虽然自己比较年轻，但体力完全不如他，狂赞姐姐好帅气啊。Bye.